男女团 BLACKPINK 成员 Lisa 人气火遍全球，近期还受邀参加法国慈善活动担任压轴演出，进军欧美市场相当成功。如今又传出法国青年作家 Lamy 正在写一本 K-pop 题材的小说，将以 Lisa 作为灵感来源。消息一出，引发热烈讨论。Lamy 本人也在社群转发相关贴文，证实自己正在撰写这本小说，内容正是关于韩流世界与 Lisa 的旅程，还透露这是送给所有爱 Lisa 的人的礼物，让全球 BLACKPINK 相当期待。因为 Lisa 从14岁开始就从泰国前往南韩当练习生，并以 BLACKPINK 成员出道，开启演艺生涯，红遍全世界。读她的经历充满故事性，故事以小说的形式撰写，并非 Lisa 的自传，所以可能会随着剧情做出有起伏的变化。不过全球粉丝还是对 Lisa 的故事将改编成法国小说感到期待。